茅盾庄分为左右室，这里介绍左室。预备室，立正站好，全身放松，心平气和。然后左脚向左前方进半步，两脚呈丁八姿势，身体微呈斜面，身向后坐，两腿微微弯曲，前脚跟稍稍虚起，膝盖前顶，后腿大腿根微向内裹，两手慢慢抬起，环抱胸前，肩松肘横，目视前方，两手食指自然分开，左手在前，高度略低于眉，右手在后，略低于前手，指尖向前，两腿负重之比为前三后七。站茅盾桩时应做到意念中前手如盾，有撑拧裹提撞之力，后手如矛，有无坚不摧之勇。托宝贝桩分为左右式，这里介绍左式。预备式，立正站好，全身放松，心平气和。然后左脚向左前方进一步，站成丁八姿势，两手慢慢上抬，掌心相对，食指分开并指向前方，左手在前，高度与肩平齐，右手在后，略低于左手，两手前后相距约一手，两手之间约与头部同宽，食指自然微屈。站托宝贝桩时，意念中两手如同托着一个婴儿，有向上之意。鸟南飞桩分为左右式，这里介绍左式。预备式，立正站好，全身放松，心平气和。然后抬左脚向左前方进一步，站成丁八姿势，身体微呈斜面，臀部后坐，两腿稍稍弯曲，前脚跟虚起，两腿负重之比为前三后七。两手缓缓上抬，呈半握拳姿势，左手在前，高度与肩部相平，右手在后，略低于左手，两手之间约与头部同宽，两手前后错开大约有半尺的长度。站鸟南飞桩时，意念中两手各握着一只小鸟，既不要用力将它握死，又不要松开使它逃脱，同时鸟儿不断挣扎，两手食指应该随着鸟的挣扎做不规则的松紧动作。抓球桩分左右式，这里介绍左式。预备式，立正站好，全身放松，心平气和。然后抬左脚向左前方进一步，两脚站成丁八姿势，两手上举略高于肩，两手腕向下去，腕部放松，指尖向下，手指弯曲，
呈抓球状。朕抓球桩时，意念中两手各抓一铁球，伏虎桩分左右式，这里介绍左式。预备式，立正站好，全身放松，心平气和，然后左脚向前跨一大步，呈大步丁八步，前脚与后脚相距约有三脚的长度，两腿下蹲，臀部后坐，上身略向前倾，目光远望，两手前伸，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两手之间相距约一手之长，两肘外撑，掌心相对，食指微屈，并指向斜下方。站伏虎桩时，意念中身体如坐虎背，两手如掐虎颈。降龙桩分左右式，这里介绍左式。预备式，立正站好，全身放松，心平气和，左脚向前跨一大步，尽量把步放大，前脚掌向外扭转，脚跟向里，膝部微屈，后腿伸直，两腿撑弓蹬步，上身前伏，腰和颈项向后扭转，两眼怒视，右手横撑高过头顶，掌心向外推去，左手略低于右手，向后推去。站降龙桩时，虽然四肢有力，但意念中却如止水一样安静，如坐禅一般，借唐诗中安禅制毒龙的比喻，所以称之为降龙桩。子午桩分为左右式，这里介绍左式。右脚立于地上，并稍稍弯曲，左脚抬起，横放在与大腿根高度相同的平台上，脚尖向左略往回勾，上身向左后方扭转，右手背在身后，手背贴在腰部，右手在前，高度与眉平齐，掌心向下，手指微屈，如抓球状，两眼目光顺右手下面向远方望去。站子午桩时，意念中好像站在清水里，水的温度适中，水的深度不超过胯部，抬起的腿好像搭在一块漂木上，用脚勾蹬踢挂，使那块漂木无法飘走。